到这啥？我认为每一间下吼，拢有这款的规定嘛，我认为上好。小孩子让他做一点这种清洁的工作，对他将来应该是还不错。东海从创校以来就把劳作教育哈，这个分成两部分，一种是基础基本劳作。另外一个就是攻读劳作。学校之所以要学生每一位学生都要做基本劳作，是主要是教育的意义。它是一个人格教育。我们在讲德智体群的教育里边，我觉得除了扣除智育之外的这种教育，他教育学生怎么样的去爱人，怎么样去接受人家领导，怎么样去领导别人，还有在工作当中怎么样的跟他的团队能够互助合作。不管是义务教育也好，公读教育也好啊，尤其是义务教育，都是分组的，所以这里面组成的分子啊，有男有女，这一组一起来做。我也说，我第一眼给人家感觉像双子。互动过程里面非常微妙，是很好的开始去探索不同性别的人，然后来自不同的社会，然后他们的想法，每个人都非常 unique， 都是独一无二的。教育是靠自己去学习。靠自己去体验，除了你本身之外，没有人可以去取代的。喜欢劳作教育的，请举手。你可以了解到很多不同的院校的特色，少有的感情也很好。不喜欢劳作教育，请举手。国小、国中、高中扫这么多年，你都扫不好了，没办法把自己的品性调整好，那你凭什么认为大学一年就扫了上下学期？哇，我好厉害！我觉得我扫完之后，我变得有教育、有内涵了。自古以来就有人不喜欢做，也不是现在这样，对不对？哪里有人喜欢做？好逸恶劳人的场景不是这样吗？能够谅解他。这个部分其实不那么重要，因为60分就是我们的底线。那你可以做到60分，我们就承认你过了。但我们期望你有100分。我认为从事一个教育的工作，基本上它就是观念改变跟重要态度的形成。所以他们表现不好，正好才是我们教育他的好机会。这个我想要到毕业以后才能体验，要到毕业以后才能体验，而不是在校的时候。如果在校，我们一进来的学生就认同东海大学的劳作教育，那就不需要教育了。劳作教育是必须跟人有接触的，跟有接触的话，柜台是不允许的。那所以柜台我们不会有柜台，反正会有什么？每个同仁的桌子旁边一定会有张椅子，那张椅子是空下来的，是我想是要传递一个讯息哦。我们会欢迎学员你来这个地方坐的，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谈，而不是把学员挡在我们的高的柜台外面，或者挡在我们好像很严峻的一些行政的措施跟办法之外。那报纸知道学员也是需要坐牢坐的，那不过是说我们会比较特别考量。比如说，我们会让他到学校的资源教室，那里有专业辅导老师，那可以来协助、来照顾到这些学生。像这个学期，我们就有9位学生在资源教室来做劳作。东海有很丰富、很美的文化的资源在里面，那这些可以透过劳作的过程当中，可以介绍给学生来更认识校园的，透过他们跟环境互动的过程当中，对东海的感情可以更加的深刻。来哦，我给你感觉比较好，真的吗？东海早期的校友，大家碰面共同话题。第一个是劳作，有这样的一种投入跟感情，或甚至呢，包括挫折，或是呢什么其他的一个感触。东海那第一届是单独招生，
所以开学的时间是比较晚，主要的原因就是那时候校舍还没有盖好。但其中有七位同学非常热心，到东海来帮忙，也算是劳作教育还没有实施的时候，这个已经参与劳作了。开学典礼就曾月龙校长还有几位先生讲完话，就有一位美国佬，以后我们才知道他是来负责劳作制度的 Dr. Schultz。 所有的人到前面来致辞的时候都是西装笔挺，那他就像一个工人扛着一个扫把走到台上去，当场就分劳作的这种工具，也给校长，也给院长，也给老师，然后呢就说好开始，他几乎没有讲什么话。这个就是我们第一天的这个劳作